After so many f***ing years, so many f***ing years, final f***ing years， 我也不懂做来这么晚，做来只是因为要补一个 content 嘛。现在这个我们是会员影片来的吗？欢迎来到我们300K 的 Q&A， 马德。Yeah，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多久啊？三年了啊，第三年了呢。我们一年100K 啊，都是 slow right， slow 啊， slow 啊， slow 啊。我讲如果要讲啊，讲 slow 人，人家做很久。是啊，你要讲谁哦？那个就 slow 啊，我们就 slow 罢了。OK， 第一题，你们的友情是怎么开始的？可不可以选这个问题吗？选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人问。你们的友情是怎么开始的？啊，对对方的第一印象。OK 啦，我们来讲我们的友情，讲。难怪你讲啊、哦，那个问题很容易，可是回答很难的。所以我们讲开始。OK， 我讲先。啊、我们讲开始。我不是。十年前，我们老是因为 RGBN 才认识的。不按手不按脉，就是这样子认识的。我们是以武会友，对对方第一印象。我讲先，可以问，第一次来金头发的来，如果不出声这样 ，introvert 拉拉仔。Kevin 呢？我是在中学的时候没有跟他讲过，就看过他嘛，所以那个算第一印象。嗯、那时候他来参加我们学校的跳舞比赛。嗯，那时候很难受，有那个活该啊。那时候第二名啊，不是第一名。我觉得第二名啊。给我的话 ，Danny 第一个印象是兰吉，硬兰吉啊，因为拿第二名就很厉害那种，可以做那个 freeze freeze 这样啊，哇哇这样。然后呢 ，Kevin 呢 ？Kevin 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很精就是吧，然后戴着那个很厚厚的眼镜在那跳舞。Danny 的第一印象，他以前很崇拜我啊，我很崇拜 Danny 了。Danny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武神，就是真的。你第一，可以可以。说 Kevin 的话，哇，你哦，很没有那个东西的。我们 Kevin 的那个 non existential 就是他的特征。OK， next， 想知道你们是怎样追到姐姐们的？这样先问 Kevin。可是追也是有故事，对、啊，是啊，所以我讲他，所以好，你不用去讲分手的故事 ，OK OK， 因为过后有 ，OK， 讲、啊、追就是 from Instagram 开始啊，连。在一个比赛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然后、哦、他就 follow 我在 Instagram， 然后我就去联络哦，然后、哦、after that 联络过后，他 reply 哦，哇，那时候 reply 的时候，心里很多 butterfly 啊，然后 after that， 眼神的问题，然后 after that。continue，哦、oh, ，他的朋友，他的 crewmate 啊，问 fish， 我是很婉转的问的，我好像来问了什么、啊？哎，你们哦用 studio 啊，我的爸爸，我爸有谁、啊？然后他就写一个 list 出来啊，一个 list 出来，然后我就 filter 啊，然后去看那、啊、来到底是这个，然后找到了，哇老喂，然后找到了不是，然后我就等，然后我就那么讲。你的第啊，就这样子。OK， next。OK， next。关于 YDB 的事情，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现在是没有 direct contact 跟他，没有问过他真正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嗯，只是我们 based on 我们在 internet 看的咧，就知道他骗人，然后还要自杀。对啊，不懂他做梦骗人，也不懂做梦他要自杀。嗯，对啦，因为这种啊，就关于到很多那种来，谁是 victim， 谁是那个加害者这种东西啊，所以我是觉得哦，我们 as 局外人啊，尽量不要去 comment 太多。要 comment 可以，可是 comment 要点 constructive 有营养一点的留言、嗯、啊如果你是被骗钱那个，你可以去追究。我觉得被骗钱的可以去追究，我只是讲那不关事的、啊，尤其是那不关事的、啊。不关事的，你去，哎呦，叫我像自杀那个是啊，你又不是被骗那个啊。如果你被骗了、啊，那另外一回事啊，因为你可以去追究嘛。因为有可能你被骗的话，那笔钱对你很重要啊，就那个是你的东西，那个你的东西咯。不管你的事的，就不要讲那么多啦。Next。
I love you 的 budget， I love you 的 budget 很高，很高，超过我们的预算啊。我们只能讲的就是我们的 mistake 在我们没有算好预算，因为我们讲哦，特地要拍好一点，拍好一点，拍好一点，到 love 游戏都不够 I love you， 到蝴蝶有啦，差不多了，也没有啊，也没有啊，小兰没有啊，那你有？我们前面的全部歌加起来都没有 I love you 啊，没有， yeah, 没有，谁说坏我们？Danny、Kevin、Kevin 的不良嗜好是什么？什么是的不良嗜好？赌博。什么是的不良嗜好？可以放了吗？这个可以啊，不紧啊。你去 casino 不是赌博是吗？ No, 是合法的吗？是哦。哎呀，可是我们 OK， 阿乐的。讲 normal， 讲 normal 一点啊，你讲讲啊，我讲先 OK， 我的 bad habit 很明显的，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可是这是 bad habit 吗？我说也 habit， 我要 habit， habit 啊，要 bad habit， 要 habit。不要这样，我觉得 bad habit 还是赌博比较，应该是比较冷静。赌博是赌博是冷静，因为赌博我们那个就可以 end 了。几时做马来西亚巡回演唱会？超啊！哎，是看到这个问题就很，这个是错了。其实我觉得啦 ，OK， 我讲一个比较 logic 的，我觉得明年。我觉得明年农历新年左右就可以做，农历新年做么？感觉我的感觉，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15-20首歌嘛，就够一个两个小时说。那个摇头我什么了 ？OK next， 小猪几时要找下一个女朋友？我不懂啊，这种东西现在暂时没有啦，暂时没有啦。两个 brother 现在冲事业先啊，会来的终究会来。对，冲事业的啦，你给我出来陪我玩 game， 冲事业草啊！什么动力坚持到现在？你们不懂哎，从以前一开始跳舞都是一直这样做下去哦，是 passion 啊。我已经没有说看到嘛，他就是做，就是做了，刚好做，刚好有人喜欢。我靠，搞你！没有人 view 的时候看你讲讲，没有 view 的时候就是 homo skill。来，看我们爽吗 ？homo skill 没有什么人看，做六集对吧？第七集还在准备，所以有人没有拍啊。以后除了癌还会做什么其他的 content？ 我们的方向现在啊，我觉得啦，先吃歌，还有 Wireless Go。如果其他就是一些 basic video， 走一步看一步啊。Yeah. For now main 的最大 project 全部还是 Wireless Go 还有我们的歌。所以有时候做到一些人家不是很喜欢看的东西，没有办法、啊，可是要穿也懂了嘛。那每次啊，有一些人啊，一没有 view 啊 ，stop 哦，没有就做 prank 哦，他是这个套路的。呸！哎，现在好像很少人拍 prank 哦。有啊，最近有。Next， 做 YouTube 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你讲不好赚又骗人哦，所以那钱是有，可是我觉得这行就是不是一个很稳的工作，你有可能一个月很多钱，一个月很少钱，那些有可能没有像我们这样幸运的，他们少的时候有可能被逼还要转行。你很喜欢拍片都好，可是你的成绩出来，那个钱转不到你，你还是被逼要换 job。YouTuber 现在对外面来讲，外网民就是哇 ，YouTuber 赚大钱。来，我看你几个 video， 你就有很多钱，这样心里有很多钱。是啦，你讲赚大钱，你自己讲一下啦，你想一下有谁啊？有哪里一个 YouTuber 有赚大钱？除了我们这样子。哎，三万。其实没有赚钱。没有看你的大钱几大，可是我们讲你有赚钱一定是骗你啦。要 maintain 啊， maintain 很难啊。maintain 呀，你觉得我们没有开销咩？没有 expenses 咩？那些每次讲什么 YouTube 哇很容易哦，拿一个video 这样拍哦，就 upload 有。有些人是这样子啦。好像我们。你觉得容易？你做看。你要找你喜欢的东西。你看我随随便便拍一个 I love you 妈。那个budget就高到这样，你这样，我们那边有赚钱咩？哎，还有最后一个 point 最严重的 Malaysia 就是那个 audience， 你要很能打喊，真的是，因为你做什么他们都有东西讲了。也要跟你讲啊， Malaysia 的 audience 基本上是很 toxic 了。toxic 啊你们！三个这样的 battle， 你们讲嘛都没讲，看你男的啊或者女的都好，一个人有他们心灵比较脆弱一点啊，你再讲一下，很 sad 的，很辛苦啊。幸好我们三个这样 battle， 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啦。2021。大概会出多少首歌？我老耶！2021我们出了几首？两首啊，看。我第一次进啊。
蝴蝶是今年吧？蝴蝶是去年。去年。所以今年我们只出了两首，就讲现在我们有两首了。我觉得今年会有八首。八首啦，八首可以啦。可以咩？可以，八首，我觉得是八首可以啦。六月吗？我们七月就，我们还有半年呢。我们七月出来就有三十。啊，如果 Danny 单身会想追一零六吗？老师，老师，我要回答老师。你选这题是给我十啊？我讲他，我一直讲美不？我不会要追他。如果要追你？这个就可以考虑。哎，我只讲美不了，然后拍抖音很美。Yeah. 啊，所以 it's like 你讲抖音用美 ，OK， 有人你要追啊 ，OK。啊，所以今天开始啊，大家不要只讲音量配 Daniel， 应该是没什么用啊，讲这句。他们应该是镜子里出的。OK， 对于 Malaysia YouTuber 的看法，我觉得最近有点乱水啊，乱水，真的。尤其是那个污名化的那个问题，越来越深。污名化也算？污名化就是来弄到你，弄到那个 YouTuber 这个名字臭啊。哦，真的是，你看，我觉得我们还好。人家会讲嘞，就是 YouTuber， 又是 YouTuber 啊，就好像我那时候也是讲过啦，好像配频道伟鸿啊，无上 King 啊，就是比较偏向营养，很营养啦。然后你看到channel 基本上你就是学东西罢了，然后可是不认识他们的人如果他第一次碰见他，他一讲他是 YouTuber， 可他的想法就会出现来 ，Bro， 那些 YouTuber 就是Malaysia YouTuber 也不能啦，不能啦。可是这个是 Malaysia 的 culture 啦，我们的网民很喜欢讲人，不是你的事都喜欢讲，真的最近的乱到我讲什么，真的是自己讲，哎呀，太乱了。你们最喜欢和哪一个网红合作？我，哇。哪一个网红啊？我觉得看要合作什么 ，just answer 啦。你看一下，歌的话有一个人，拍综艺的话有一个人。妈呀，他都没有问你这个。我不想合作啊。他喜欢学霸那个。老师。最喜欢哦，讲不出。OK。讨厌的话，可能还讲得出。OK， 最不好。可是他没有问，他没有问。Next。你们三个有谁是读 science class 的吗？我。哎，三个是吧？你以为我们全部不会读书？因为我们是骂着说话读三首 K， 要丢他老妈妈嘞！sorry， 家人们觉得想问，有机会你们来台湾吗？哦，我要去台湾，我也想要去台湾，我要去台湾表演，我想去台湾表演应该很爽。我要去 holiday， 不用表演，不用紧。很难讲哦，有没有去台湾表演，然后观众只有一两个？不用紧啊 ，at least 我去了就不爽了，就知道了。可是我觉得很想去，很感觉，对。去年到今年突破了什么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个最贵的 MV， 最贵的 MV 啊！去年到今年，拍了很多 MV， 有哪一个 MV 是拍的最让你印象深刻？学霸21，因为有一零。最印象深刻，没有哎，感觉你不觉得好像感觉都一样吗？都 pass pass 这样啊，都 pass pass 了啊，做 special 做好啊，就讲不了。你有什么东西 ？Next， 你们 enjoy 现在的 lifestyle 吗 ？Fucking enjoy。Yes， 我最 enjoy 的是不用剪。当然 enjoy 啦，我们现在 in control of 我们自己的事业，对，因为之前我们都打过工，所以我们知道那种感觉。突然间你睡醒啊 ，WhatsApp 来啊，还一样这样的感觉。是啦，你们要突然间老板 WhatsApp 来，我要做东西哦。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career，那个career哦，你们有一个career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对不就是要给你自己一个舒服的 lifestyle 咯？所以你做工哦，你就是要朝那个方向嘛。而我觉得我在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每天起来做的东西是有目标，不是来我今天打工哦，做好那完成品哦，只是交给老板的那个来拿那个薪水。不管啦，不管怎样不好，你有那个 purpose 哦，就算你那 purpose 是辛苦，可是那个就是你 enjoy 的东西啊。这样最重要是要 enjoy。啊，叫我们问一下伊恩哦，伊恩你 OK 吗？伊恩 OK 啊，你看他现在有什么东西做的？你在这里这样讲，他当然静静了，然后就一直屌我们。三个老板中那一个啊，哇！他屌三个啊！哦，三个屌王，然后他又可以去看《Master Sing》。如果三 P 解散了，你们会各自做什么工作？哇！哇，这题 good 哎 ，good 哦，这题 good 哎，我真的不懂，我完全想都没有想过哎。Yeah， 本来我觉得也是一个 backup 来的啦。OK， 我们 go extreme 的 assumption， 最可能是怎样？我活着你们死了，发嗨啦！啊 ，OK， 嗨啦！你就想这个 situation，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作为 GP 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你突然间换掉了。会做生意哦。OK，Next、okay,。你做生意啊，应该是做生意是做生意啊，我应该会跟 Gavin 绑了啊，说是不是他走掉这些？你做红人，我我们是你 manager， 没你单飞，为什么你们三观那么正？哇，不是不是，难得哎，讲我们三观正。可是我觉得还好啦，见仁见智啦。对，看人啦、啊。你讲好话，其实很多都是骂我们。Yeah。是啊是啊，就啊，所以哦，你喜欢我们的就谢谢你啊，就见过、嗯。有考虑过做其他 talk show 的 content 吗？有时候听你们在分享意见之类，都觉得蛮 respect 的。By the way， 恭喜上百 K。其实我们想过很多节目，它都是 talk show 的。是这样的哦，你看那个 home escape 不是点啊？妈的，出去问哦，随便一个朋友都讲哦，什么 content 都有看，除了 home escape。可是哦，看那个 comment of home escape 啊，全部讲 good good good， 全部讲哦 ，best content ever。最喜欢的是 home escape， 哇干呢，少人看，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少人看。那个 market 比较小一点，还想猜一下，喜欢人就很喜欢，你不喜欢人就是不喜欢。对，我觉得是这样。有没有想过回顾一下之前的拍的影片？Reaction on 3P reaction video， 哈，这种看看前后的价值观是不是差很大？这个我觉得不错哎、欸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今年年尾啊，啊、哦，年尾可以拍这个。啊，就是讲哦，我们看回我们第一集的尴尬，然后我们 review 我们自己的态度，啊、我们 review 自己讲的东西。呀 ，good content。这一题啊，这个很hurt一下啊，为什么你们的视频那么特别，但是还是不能红？讲真的啦，我觉得 GP 跟很多 YouTuber 比起来的话啦，我觉得我们特别的地方是跳舞跟我们的音乐的作品，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是比较 niche 的，就是哦，我不喜欢你的话，我中国看这三个男的这边自己讲话自己爽啊，你懂？你看低心动影片，他不是演一个 skit 嘛？不管是什么人，我还看戏这样看，不管我认识不认识他们，我还是会看。你要看那个？我们这种的讲话呢，是要喜欢我们的才会看，我觉得是这样子。你要讲到我们的 talk show， 我们 reaction 哦，一定是真的是喜欢的才会看，不然那个共谁去看？听到声音吗？心痛啊，心碎的声音。不是，你把我心碎呢。所以就是因为特别，所以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红的。跟我你讲那个红的不特别啊，有一点普通。所以你们自己去想啊。我没有讲啊，我也是没讲。我们300K 的 video end 啦，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subscribe， 然后 share 出去。好看的这个 video 哎。